Hello everybody, and we're about to continue our Let's Play series of Sword and Fairy Together Forever. See where adventure's going to be taking us next. Okay, so next up here, go to Shanshia Sect. It's been a little while since we've flown around. There we go. Yeah, I'm sure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her. 师父在吗? 我有要事想请师父帮忙。 师父此刻应该在祭坛那里, 你去吧。 Saying Yao still can't go in. 师姐，阿尤他。 喏，仙侠派通行令牌， 你们可看仔细喽， 如假包换。 真的是师父的通行令牌。 阿尤，你怎么会有这个？ 你从哪里弄到的？ 自然是我们英明神武的掌门师父给我的喽。 这回 我可以进去了吗? 北师姐? 可以。 走吧。 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 Okay, let's talk to Master Yuxia. 真可惜，今天二师姐不在， 我还想让她也看看我的令牌呢。 阿尤，你是认真的吗？ Around this way, I believe. Oh, we should probably get some healing items while we're at it. We did go through quite a bit. Okay, we have 1, 5, 13, 10, 0, and 8. Okay. Like 2 of those, some rat fruit. And there we go. 出门在外, 要小心啊, 刚刚好一两。 Then we're off in this direction and wrap around. Okay, we're almost there. Anything in this direction? Already grabbed that. And there's the master. 师父，你们平安便好，我一直在担心你们。卢龙府一役后，你们就不知所踪，消息一传至仙侠派，我便即刻搜寻你们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让真人费心了。 我观上神安然无恙，上神所中之毒，人界罕见。我们村的事，神掌门也清楚。真人，小丘被掳后，天师门情形如何？此阵虽大败天魔女，但天师门弟子也损伤大半，还未及好好休整，孟掌门就派遣许多弟子下山。 其后，他自己也行踪不明。孟章竟不在天师门。他此番举动，不仅将仙盟事务尽数荒废，
就连门派内也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而三位长老始终言辞含糊，天师门怕是出了什么问题。承蒙同道举荐，眼下仙盟事务暂且由我代行了。这么一想，天师门是有些不对劲。四年前我在向沈掌门求助之前，曾去找过天师门，但当时他们的态度就很奇怪，甚至连见都没见我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还以为是他们没什么真本事呢。求助？我四年前搬来峨眉山下，为的就是求助仙侠派，调查毒瘴动荡时出现的不明法阵。啊，可是……抱歉，毒瘴权事关重大，当年我不能告诉你。没关系的，你也有苦衷。九泉之事，自当慎重处理。而仙侠派愿助桑侠士一臂之力，也正是因为九泉牵系甚广。若有万一，但你的性子跳脱不羁，故我也担忧会给墨晴带来困扰。Interesting。不会不会，我和阿尤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既然墨晴如此说了，桑侠士，若是他受到任何委屈，我不饶你。师父，阿尤没欺负过我的。我们还是先说说更重要的事情吧。沈掌门，我们打算去魔界找小秋，想求一个能抵御魔界煞气的护符。That's a good idea。本派确有制符之法，不过此符并不常用，库房中还缺一样材料。是什么材料？青烟村废墟那带徘徊着一种背身鬼面的妖怪，他被击败后，鬼面会吐出名为降幽的香料，那便是制符所需之物。好，我们即刻前往。Okay, awesome. Go to Smoky Village and get Ethereality. Ethereality, okay. Flying Mount, Smoky Village. Do a quick save. Oh boy. 打手中，要不是学了医，我就是神射呀。没有拳头。师弟。姐姐好帅气啊！啊，又输了。Let's make our way. Let's see. We have to get all the way over here. So across the bridge. 看着点脚下。好。剑花。Oh boy.Got going on over here. 是陆林，难道 What's with the deer? 先救下他。Deer spirit, we have to save it.
玉莲环，还有身上这些是明术门的法器。您就是古柏前辈。明术门的后人，你来这里是为了抓我回去吗？ Awesome looking deer。前辈，之前明术门对您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我们万分抱歉。如今明术上下已醒悟，不会再作恶了。我受明术门几代压迫，你们早就是一群疯魔之人，岂能真心向善？古柏，结契之人身故，契约便应自动解除。你何以被强留在明术门几代之久？哼，你也是玉灵？难道你不知明术门中有一法术，可将玉灵契约转移给指定的人？这便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无耻！我身上的这些法器也是做禁锢之用。Confinement. 重获自由后，法器断离。Doesn't look very good. 但因年岁过久， almost looks kind of painful. 一直嵌在我身上，虽仍有刺痛，但与自由相比，这痛何其轻微。现如今我只想好好修炼，早日成仙。你们走吧。古柏前辈，还请允许我替您拿掉这些法器，让您再也不用被这些邪物所扰。哦，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我只是想恳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可以弥补明术门的过错。古柏，我跟着这个小丫头，就是为了观其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过自新。他和以前那些明术贼子完全不一样，你大可安心。我还将共存之术交给了他，让他学会真正与玉灵共享灵力。你若想成仙，也不妨和他定下契约，更利于修炼。我与其他玉灵皆获益良多。阿湛前辈，山神只是想帮帮古柏而已。你真心实意想赎罪？是。好，那便与我签订契约，帮助我继续修炼。多谢古。得道飞升始终是我心中夙愿，徘徊山林之间，虽能平静度日，却到底不是我真正所求。你明术门既然愧对于我，那就助我完成心愿。我这就帮前辈解开这些法器，重新解气。Okay, we're adding to our spirit collection here. Maybe spirit lineup is the better choice. Oh, awesome.我并未原谅明术门，只是讨要你们欠我的罢了。是，我明白。好，拿到酱油箱了，找真人报道吧。Okay, so we have to get.Where to next here? Return to Shangxia Sect. Okay, and we're back.That way. I think I always go that way. There's
the way that the path winds, I guess.回来就好。天师门最近有点奇怪。你说，孟章要是不在天师门，会不会也去魔界找小秋了？穿梭两界虽然困难，但也有很多办法呀。嗯，不用担心。除了修大哥的春姿剑，我还听说过一种叫夜影之的东西，那个也可以穿过大部分结界呢。现下无法确定此事，但若真是这样。 我们更要加快速度找回小秋，情势未明前，不能再让小秋落到孟章手中。Okay, we're almost back by the master. Let's see what she has to say next. 确实将游侠无误。 制服尚需一些时间，你们不必在此等待。待完成后，我会。那我们现在回明术门查阅火千兽的卷宗，不服劳烦真人了。到时候我护送小晴，一起去明术门。Okay, awesome. Okay, return to the Mingxiu sect. There's our cute little deer. Adorable. He will return. 也做不了什么，幸好青书正气，明术门有他在，一定会慢慢复兴的。啊，你愿意回来，难道也是因为？我不是来故地重游的，更不是来帮你们壮大明术门的。我为求仙道，才与你孙女签下契约。如果他实力太弱，无法助我，我自会离开。 自然，明术门绝对无半句怨言。你老了许多，其实我并不憎恶于你。你师父将契约与束缚之术传授给你时，隐瞒了真相，你也算是被牵连的。罢了，过去的事无需多言，你且保重吧。 Can see the sadness there. 您也不要太过忧心。古柏前辈对现在的明术门尚不能完全信任，但我会尽力帮助他修炼。相信终有一日，前辈能看到我们的诚意。今天重见古柏，一时想起很多旧事，我回房间单独待会儿。青叔，你先去忙你的，不用管我。好。 火仙兽的事需要尽快查明，我去书库查门派旨。师弟，你大病初愈，对门派典籍也不甚熟悉，还是先回房休息吧。好的，师姐。刚才沈掌门传唤我，应该是有事情要交代。去祭坛看看吧。Can you talk to Master Yuxia? 小师妹平安回来就好。 天师门最近有点奇怪。
一个人好无聊啊。怎么心里还是有种毛毛的感觉？总觉得二师姐会从哪个角落里突然窜出来，把我丢下山。山掌门，我来了。桑霞氏，这段时日多有劳烦。您客气了，小青天性纯良，打探神将消息这种事他的确做不来。我暗中帮衬小青，还能顺便调查那个法阵，这是天大的好事。只不过没想到小青去见月姑娘就直接撞见了修武。我也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能找到神将。让莫晴去明术门见友人，是因为我推定修武有可能在明术门。神掌门神机妙算，这也能推定？只是猜测，神族不耐人界浊气，因此喜好灵力丰沛之地。他既不在天师门，那或许在附近灵气充沛之处。而天师门附近唯一的一处小仙境，就是明术门了。只是没想到，莫晴同月姑娘一同去了北方，结果触动了心事。不过好在，总算找到了阵法的线索。以后若有消息，也不必同月姑娘等人隐瞒。这是抵御煞气的护符，请桑霞氏明日和莫晴带去明术门。多谢神掌门。Okay, awesome. Got the full loop. 即便有护符，魔界之行也是凶险万分。莫晴涉世未深，我并不放心。我会保护小晴，绝不让她受伤。然而我将莫晴托付于你时，你并未应允。其实我已经继任独掌拳手，等事情结束之后就得回村子去，这一生都不能出来。所以能和小晴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就很知足了。总之他都没必要同我一起绑在那里。桑霞氏，莫晴虽晚熟但并不愚钝，你只需坦诚相告并等待莫晴的决定就好。我知道了。那你今晚好好休息，望你们此行顺利。嗯，小晴。Okay, awesome. 他会愿意跟我回泉影村吗 ？Look for Mo Kang. 这时候他应该在小凉亭呢。See, wonder if she went off this way. 之前在神庭塔发现那个气偶，我就知道卢龙君一定与独掌通道有牵扯，事关小青的兄长。要是现在就告诉他，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十足的证据，只会让小青为难。更何况，这些事情也和小青没有关系。好俊朗啊，五味条和百味香，这样真的好吗？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有，请随意挑选。要修整武器可以找我哦。 Okay, let's see if we can enhance everything. Probably just wait for the whole gang to be back together before we enhance all their weapons.
like the little area we got over here. It's very peaceful. Okay, Mo King should be right over here. 小晴，你在做什么？阿尤，你还在山上？有掌门令牌在，魏师姐也不敢对我怎样。你要写信吗？我一直没有给大哥和二哥传消息报平安。别写了，你那两个哥哥脸色那么凶，脾气那么差。That's kind of true. 让他们担心去，让他们后悔去。可是。 I wonder if that's a good idea or not. Ayo, 这次去了泉影村，我才知道。 你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其实心里藏了好多苦，我没有为你分担，真是对不起。嗨，都过去了。She was saying Yoke had quite the story of his own. 已经帮我很多了。嗯。Didn't know he had that much sadness in his past. 你还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你不是说我阴沉个脸，看起来凶巴巴的。那时候，我刚出村没多久。 莫大哥的事一直压在我心上，我不能释怀，也不想释怀，所以那时候变得不像我，每天只想着如何能复仇。直到那天，凶手闯到了青年村，其他人都吓得要命，我以为你会哭会跑，却没想到你虽然害怕到发抖，但还是挡在了我身前。 你可真傻，比我矮那么多，还逞强。如果我没有银骨，如果你师父师姐们没有及时赶到，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可是，我是仙侠派弟子，我有责任保护青岩村，保护阿尤啊。<笑>对，你说的对。就因为你这样，我才……嗯。 你才怎样啊，阿尤？我是说，你师父不是说了吗？以后你受了委屈，拿我试问。阿尤，我的修为已经大有长进，不像以前那样弱了。你不用担心这个的。嗯，那就都靠你了。 Kind of a nice moment for those two. To 此时了，怎么还在这儿查门派卷宗啊？我在找火仙兽的线索。为何突然想起来去找火仙兽？小丘被天魔女抓走，我要去魔界找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亲眼看到她无恙，才能真正放心。但若要前往魔界，必须要有火仙兽相助，方能抵达。去魔界？ He sounds a little surprised about that. 这不行啊！爷爷，小秋救过您，我们怎么能放任他不管啊？哎呀，孙女儿，你跟他能比吗？小秋是神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带走他的又是大魔女。你要以一介凡人之躯去同这些神魔战斗吗？爷爷，我看着天魔女。 似乎无意伤害小秋，他们或许并非恶徒。哎，他们不伤害小秋，可对你呢？他们毕竟是魔呀。这。
秋的安危，爷爷其实也担忧，但在爷爷心中最重要的还是你。就算别人会骂我没良心，我也不能放任你去魔界，你是我唯一的孙女了，青树。 He's definitely worried, as he should be. Can only imagine how dangerous the demon realm would be.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最关心我，但现在我有玉灵，又有朋友们相助，我不会有事的。况且我想保护小秋，不仅仅是因为他救过您，更因为我真的很心疼那个孩子，我想保护他。当年你爹也是这样信誓旦旦和我保证的，可最后却和你娘遍体鳞伤的回来，我耗尽修为也没能救得了他们的性命啊。爷爷，青叔，如果找不到火线手，你会放弃去魔界吗？我会竭力寻找其他方法。你这孩子跟小时候一样，脾气还是那么倔。你爹娘去世后，我又修为散尽，明术门是名存实亡啊。看着你一天天长大，我也曾想，如果你像普通人家的姑娘一样生活，会不会更好？可你八岁时苦心钻研，终于将巧灵孵化出来。爷爷在一旁看着，既替你开心，又有些担忧。也正是自那时起，我已明白你终究不会只做个平凡女儿家。我月氏一脉若是当真就绝于此，那便应当是天意。今晚先休息吧，啊。爷爷。Wonder how much he heard.Either way,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stopping point for us. We're past 30 minutes, so in our next one, we will head to the front hall to meet with Grandpa and see how it goes. I'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uning in, and we'll be talking again real soon.